这次河南的谭先生要的苹果叉是全新未激活的，它的设计非常经典，手感非常好，而且性能也很流畅，这个货是很缺的，我们赶紧拿下。再拿一台 P40 Pro 加，是一位深圳小哥要的，外观非常的新，而且这个机型是华为的旗舰机，性能和品质非常的棒，属于安卓机皇的级别。这是一位美女要的 P30 Pro， 红色的外观非常的亮眼，品质是很不错的。再拿一台 Mate 20 Pro， 外观比较新，机身和屏幕几乎没有什么磨损，2000出头的价格也非常划算。这是一位湖南兄弟要的苹果 X2， 国行的双卡双待，保修还有300多天，外观基本是全新的，电池效率还有100%，品质非常的好，比全新机便宜个大几百，非常的划算。还有这台200天保修的11 Pro， 支持双卡双待，外观非常的新， A13 的处理器性能很强悍，续航也非常好。还有这台千元机7代，换了全新的原装电池，外观几乎没什么磨损，日常使用也非常流畅。这台 6S 也是属于百元机，使用起来也是比较流畅的，当做备用机很合适。再给一位兄弟带一台全新未拆封的 8P 128G 的，是去年发布的机型，要比官网便宜个大几百。这是一台新款的 S1， 虽然外观和8代差不多，但是搭载的是 A13 处理器，性能非常强悍，外观成色也非常亮，电池效率还有100%。再挑几台平板电脑，再拿点智能手表，功能比较丰富。耳机的话，目前2代的最高版本搭载的是洛达 156M 芯片，续航可以达到5到6个小时，而且该有的功能都有，品质也很稳定。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再见。